和贺子铭的一组婚纱照片日前在网上曝光，两人身穿一身民族服饰，十分甜蜜。何洁也对外公布了结婚日期。对对对，在12号。从8月5号领证登记到结婚，中间只隔了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，这未免有些太着急了吧？而且8月中旬，也就是何洁刚领证半个月，就有媒体拍到何洁身穿宽松的衣服，身材略显发福，身边贺子铭则一路细心照顾，种种迹象让两人奉子成婚的消息传出。两人仓促办婚礼，难道就是为了掩饰何洁即将隆起的肚子？什么？是不是有了宝宝了？没有，真没有，真没有，这没有什么好跟大家隐瞒的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的。不过，就算现在没有怀孕，今后也总得生儿育女。谈及这一点，刚才还相当豪气的何洁一下子害羞了起来。那你自己有打算婚后几年要求吗？顺其自然啊，这个事情，对。